一起来看看来自于我们综艺大热门的歌手 Musa 带来烧针杠。怎么你还敢叫我等一下，欲擒故纵皇上几下，把我和下套路熬好的鸡汤，没办法就这么刚好，你的尾巴一直没有藏好，你不要 baby 就想跑，把理由爱叫演讲稿，你追求下白天不断做梦的白天，每次交手都要在那我时间都拿来睡觉，我也不是只有你要大声，你不想要口腔吧，我会准备 1000 guns， 一个你的后卫自己不夸张 1000 guns， 你这么会轻易把你的手指上一眼，朝鲜的节奏被你看没有，只剩听话被你以为确认快没救，感情又高看来看来我现在都几点才会为了你问你浪费时间，就像刚刚经过我才没有沉默，你在我的心中不会对你太随便，有感觉就像爱情抉择，我也走遍一边走边推看想问我那是配，你追求下白天不断做梦的白天，每次交手都时间都拿来睡觉，我也不是只有你要大声，你不需要口称吧，我会准备 1000 guns， 跟你的火力再不夸张 1000 guns， 你这么会轻易把你的手指上一眼，可分几秒就哒哒哒哒，没想到他分哪哪哪哪几位老师，谢谢谢谢老师，可以加码一下，人都来了，加码一下，来了就加码一下。这是什么歌？忘了眼泪。很有钱的想念，是不可以的遮掩。唱片的歌。想懂得大人的一面，越沉溺在昨天，越容易往下坠，用绝望换希望，点亮我的世界。
小乐，来，我跟他说，而且他的声音也是偏向那种邓紫棋，很厚的那种派，真的，对对。当然音质就是 quality 还是不太一样，但是是那种。就是我刚刚很惊艳，有 power 对，非常有 energy， 很没有 power。这个声音是你的菜吗？嗯，声音的部分。你说声音吗？是，声音是。哦哦，那人呢？人，他是宪哥的人。哎，他是我第四个女儿。会啊，会的，对对对对。Jerry 老师给鼓励的话了，鼓励。哦，刚刚最后那个尾音我蛮喜欢的。哦，真的。嗓音蛮不错的，谢谢老师，厉害厉害了。米奇老师是有感动到，哇！你第一次听他现场对不对？就算是完整的第一次，然后哇，细节很多哎，真是厉害。对，然后他是现场唱的比录音室还好，嗯，我觉得配唱老师，我要跟他交流一下。哦，老师，再一次谢谢 Musa。